大家好，我是金盛，欢迎大家回来一起古墓奇兵暗影。在进入古墓或者是故事剧情之前，我看周围再看一下东西吧。奥尔蒂斯女士，感谢您最近的咨询。根据您提供的样本，我们对库阿克雅库周围的河段进行了检测，根据得出的水质指数，该河流应被归类为水质差。这份检测报告显示出泥沙淤积、化学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对河流的水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浑浊度和总固体物含量已超出了环境限制。浑浊度过高的水无法作为饮用水，总固体物含量过高的水也无法用来灌溉作物，因为这样会破坏基础设施。在受影响的河段中已经无法再进行正常的捕鱼行为，这会对人们的生计造成负面影响。同样，样本的 pH 值处于高碱性范围，化学需氧量也是如此。这些参数均表明河流中有一些化学污染。pH 值为碱性的水具有腐蚀性，会损坏管道设备和衣物。水中高浓度的氟化物会带来更多患病的可能，例如各种牙科疾病和腐骨症。沙门氏菌等病原细菌的存在也为当地群落带来了直接的健康风险。¿Tuviste noticias de tu hija últimamente? 之前没在这儿见过你。我刚进来，不会待太久的。别让外表欺骗了你，这是个好地方，生活很艰难，但是个好地方。你的花园似乎在风暴中幸存了下来。靠的是好运和努力。很多人出力在这里种东西，所以他们也都来保护他。确实。这里有东西啊。花酒。这是为死亡之神印加地下世界乌可胡帕查的统治者冥主所献上的献词。献词恳请他带着他的恶魔军团来汇聚在这里，当地人民会尊崇他，写诗来赞颂他的伟大，或是奉上食物和饮品，通过这种他配得上的方式来尊崇他。当地人祈祷他只会带走必须带走的，不会对社区中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OK， 看来没有东西了，这里一个杯啊，好吧，走。游客很少来这儿。哦，不是，我不是游客，我是考古学家。哦，你要是20年前见过这里就好了。这里曾经活力十足，生机蓬勃，对未来充满希望。切，什么充满希望？我们都被骗了。怎么回事？波维尼尔利马的石油巨擘，他们来这里新建城镇，让所有人都有工作，甚至想要在河的那边建公寓大楼，但因为地面下陷，计划就终止了。石油危机，现在我们靠他们留下的烂摊子苟延残喘。可惜你不是游客，游客至少会花钱，考古的只会拿走东西。也是哈，得有罐罐。来，奥马尔、他们工作了一整夜，哼，不然花钱请他们干嘛？死远点！该死！不好了，快滚吧，我还要看比赛呢。那是什么声音？怎么这样粗鲁啊？
如果可以赶走盗贼就太好了。你还好吗？不，太糟糕了。跟往常一样，这些抢劫者雇我们挖自己的文物，可却连糊口工资都不肯付。然后他们带走了文物发大财去了。我们都很绝望，自波维尼尔退出后，我们连工作都没了。那场暴风雨让情况更加恶化了吧？哎，那丁点东西要么不见了，要么已沉入水下，我没办法了。我有一些跟这类人打交道的经验，或许我帮得上忙。我不知道有何帮助。你叫什么名字？劳拉。维克多，如果你想和负责窃盗和抢劫的执行者奥马尔谈谈，他就在里面。谢谢。小心点，他不喜欢被反抗。尽量啊。滚出去！你是谁？想找工作？嗯。你不会再那么好运了。我们人手很充足，而且马可现在负责人事。哼。哦，这样啊，谢谢你。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只会在酒吧里。酒吧。这里没东西拿的吗？这样寒酸哦。我的东西几乎都满了。哎，想知道去库阿克雅库的路的话，就问我吧。你是当地的向导吗？我知道该怎么走，也知道你该避开谁。我懂了。最好的鱼指的码头有卖，这是明摆着的事。侏罗酒吧的玉米饼最好，但那儿的啤酒闻得跟尿一样。我会小心的。哦，还有啊，离奥马尔那家伙远一点，那种人还是少惹为妙。他总以为他想要啥，只管进城拿就是了。好的，我会时刻注意危险的。哼，千万小心啊。OK。这个吧，我在找马可。为什么？怎么回事？我只是想和他谈谈。他不想再惹麻烦了。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只想找份工作。工作？哦，当然。所以你就是马可？快告诉我，你不是奥马尔派来添乱的？如果那些野兽伤害了我儿子，我会……马可，相信我，我不是和奥马尔一伙的。你儿子怎么了？我的膝盖受伤了，于是奥马尔便让巴勃罗取代了我的位置。他说我现在是人事了，得给自己找替补者，否则他就会让你儿子继续工作。没错，我担心他会让巴勃罗留在那里，除非再给他找个人。看来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你？真的？你愿意帮我？我们不想让老板失望，不是吗？谢谢。如果见到巴勃罗，请告诉他我在这里。那边哇蛮远的嘞，讲进去哦。Thank you.
万科，很简单的。看来他进这个地下墓室会比较应该吧。顺便探墓室了。可以探吧。哦，下面有黄金哎。够不到。嗯，这是另外一边的。这边是安全的吧？关关。然后这边就可以去拿这里了。嗯，钱，金矿。哦，诶，怎么？那到底躲在哪里啊？有人堵住了道路。包太满了，已经装不下东西了。道路堵住了，好，这个可以解决呀。我已经拿不下那个了。好吗？可悲。原来是在见识维塔对于权力的渴望已得到满足。OK， 什么陷阱啊？蛮古老的。看起来桥坏了。还好还好，真的很危险啊，很陷阱。这里还有没有陷阱啊？这个房间的保存状况比洞穴的其他房间都好。真的吗？那有没有陷阱啊？这种的。哦，新装备，号码。那这个。这木屑就探成了嘞。
好，走。我看一下啊，很高哎。利用这个绳子，然后到这，没错的话，好，角度不要太过偏那个。哦，找不到就完蛋了。跳过去吧，哎，不是哦，是上去，上上上上 ，OK， 可以再上，哎，那边好像有东西啊，关关，那是金矿哎。是来这，没错，没有跑了，俺给你跑了，你去跑，要不然掉下去啊。OK，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应该是到这里了。OK， 安全出来了。山贼到底在哪里啊？贼匪呀！这个村庄曾蒙受秃鹰的庇护跟监视，但我们却让猎鹰赶走了他。我不太懂你的话。其实我也不懂，我们在追求那些东西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我们以为口袋里有硬币会让我们更开心，但猎鹰也把它拿走了。猎鹰，他们竟然强迫我们的孩子工作！我听见了，可怜的巴勃罗。是什么声音？啊！我的天哪！求求你，救救我！你没事吧？他们在追我。你是巴勃罗？是的。没事了，你父亲派我来的，他在艾比那里，快去找他。这些家伙交给我吧。谢谢，非常感谢。离开这里。怎么我身上没有武器哦？哪里？那听起来可不妙。我不知道你还希望我做什么，我不能鼓动人们去做苦役。那就想个办法让他们做。可恶！啊，有武器的。他到底是怎么了？他以前一周可以带10个人来的，
救他哥哥，动不动就想联合一下这个，制裁一下那个的，哈哈哈！太瞧得起他了。这发现真的有价值吗？黑市上有人要。没错，不管什么东西，价格几乎都是翻一番。死吧！我发现敌人，我马上过去。看来被发现了，快倒下了，急着救火。真是的，哎呦，还有没有人？弥补一下我损失，身上东西都掉出来。哦，还蛮多东西吧。有罐罐吗？等下看一下可不可以用。应该还有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好像走了。你一定就在附近。那边，看到敌人了，改变我的方向了。最好快逃，最好趁着你还没死的时候投降。不，苹果，他好像逃了。该死，他在哪里？最好去看看。出来，我们做个了断。靠近我，快啊！靠近我。区域搜查完毕。嘿嘿，来，赶紧出来！搞定，还有没有？没有了吧？还有，来啊来 ，Come on， 等你啊。好吧，需要回到村庄。Okay, good. 已经没有人了，应该啊。探索一下这里。包太满了，已经装不下东西了。这有人呢，拿上你的东西，回村子去吧。祝福你。谢谢。不用客气。这边呢，这道门呢？应该没人了。
这把匕首是太阳节中用来献祭落马的匕首的廉价塑料仿制品，它偶尔也被用来做穿孔手术。印加人认为在颅骨上挖一个洞可以缓解压力，从而治愈一些疾病。哦，有这样的事情。全满。看一下，哦，那是回来的路啊。确实是回来的路。这边再看一下，确实，或许要入口还没开吧，像之前来这里都没有这个地方。好，回村庄。包太满了，已经装不下东西了。你看到他了吗？巴伯罗，他朝着艾比跑过去。很好，希望他没事。好，来，看来你安全啦。巴伯罗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谢谢你。应该的。很多年前，我祖父还是个孩子时，人们来到这里，想要开辟村庄周围的荒野，每个人都不敢反抗他们，除了我祖父，一个15岁的男孩拿着一把空枪站在村子边，挡住了机器和有他2倍高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的勇气可以胜过几十个人的怯懦。我还有他用来阻止外人的枪，
我希望你拿着它作为勇气的象征，还有我的感激。你不想把这个给巴勃罗？我儿子想和他母亲一样当医生。哦，你叫什么名字？劳拉。我有新故事可以传送了，再次感谢你。新故事，何音？来看一下，合影哦 ，OK。到时候这把比较好哎，嘿嘿嘿嘿。这个铸铁圆锥形模具主要是六七十年代用来做小金锭的，它独特的外形让金子能够在底部沉淀，从而把杂质分离出去。嗯，好，快去对面看一下啦。哦，这里有个。阿尔蒂斯女士，您对库阿克雅库村的奉献与承诺值得称道。然而，波维尼尔并不接受要对村庄糟糕状态负责的指控。事实上，执行董事会已经决定了，您的本地政府代表也同意。如果您继续这样损害我们的好名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走法律途径。来自罗伯托·拉维利亚办公室首席执行官波维尼尔。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哦，这里还有一个看起来像艾比的家谱，他的家族在村子里住了上百年，感觉上大半的村民都和他有血缘关系。哦，那亲戚应该很多啊。来，你好呀，看看我的好货。没什么新的货品吗？卖你点黄金吧。双赢的交易。OK， 这个，好吧，就给你买个消音器吧。无声剑齿，我这个不是无声剑齿吗？消音器就好了。不错的选择，我随时乐意做生意。好，好，那这下来就应该是直接进这一个古庙里面的，但这个还是留到下一集吧。那这一集影片差不多到此为止啊，若是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哦，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